好，我有约今天下午儿童牙科医师的门诊，我们第一次来，请问在这边报到吗？对，那健保卡先借一下。好，这里。那就是挂陈伟林医师，下午3点。对。那因为第一次来，所以会给你写一个我们同医院的出诊单。好。那麻烦这边所有问题都要帮我做填写哦。好。帮我拿着，等一下我们电视墙会叫名字再进去，这张单帮我拿给助理。好，谢谢。纪小朋友这边，麻烦拿一下出诊单哦。好，今天牙齿什么问题？我们想要检查蛀牙。好，那里面请哦。好。今天来是什么问题？我们想要检查蛀牙。好，小朋友，今天来阿姨让你做3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要检查蛀牙，第二件事情介绍牙齿的工具，接下来就拍 X 光片选礼物回家咯。哦，好，好，回心。阿姨借你一个镜子，你可以拿着镜子跟我一起看牙齿哦。对啊，好，准备躺下来咯。好，1、2、3。哦，谢谢你没有乱动，躺得很好。1、2、3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可以跟妈妈牵手，这只手跟妈妈牵，因为你表现很好，所以可以跟妈妈牵手。首先，阿姨介绍这个镜子，镜子冰冰的，你可以摸摸看，有没有冰冰的？凉凉的。好，那你要看镜子，来，嘴巴张开啊，好棒哦，嘴巴张开，检查一下牙齿。谢谢你都没有乱动。第二个，阿姨要用的东西是数牙齿的仙女棒，像这样子，1、2、3、4，5，数手，你的手借我数数看。谢谢你借我手，1、2、3、4、5，谢谢。然后你拿镜，手手妈妈牵，一样拿镜子看数牙齿咯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哇，超级厉害，你有用仙女棒。再来是第三个，阿姨的吹风机，有摸过吹风机吗？它冰冰的，你可以摸摸看。有冰冰的，那它会吹风凉凉的，像这样的声音呢，凉凉的声音，你的手来吹，谢谢你借我手，有没有凉凉的？有，你拿镜子看，我们一样吹嘴巴的牙齿，挖点凉凉的哦。谢谢你用吹风机，表现得很好。再来是阿姨的吸尘器，你有没有听过吸尘器的声音？拿起来有个声音听听看哦，像这样的吸尘器的声音，你可以听听看。我们很大声，它有个硬硬的吸管，你可以摸摸看。嗯，有个吸管，好，那你看这个吸管会变大声哦，变大声可以来吸嘴巴的口水。对，好，你拿镜子看，哇，谢谢你有拿镜子吸手咯，1、2、3，哇，口水吸完了就可以把吸尘器收起来。最后一个是我最喜欢的电动牙刷，它毛毛的，你可以摸摸看。毛毛的，对，毛毛的，它会转哦，像这样电动牙刷，痒痒的。哇，你的手借我刷，谢谢你借我手，有点痒痒的。好，那你拿镜子看，我们来刷牙齿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刷完了，那等一下准备去照牙齿的相片。好，我们照完相片就可以选礼物喽。耶！嗯，好，起来喽。等下带小朋友去拍一下 X 光片，那妈妈在这边等就好了。嗯，好，我们去拍照吧，牙齿的照片 ，Go， 这里咯，是这里吗？对，好，那我们要穿第一个玩具是这个冰冰的，摸摸看，冰冰，对，好，我们要穿上去哦，会重重的哦，穿上去了。有没有重重的？有，很厉害。第二个玩具是这个牙齿的照相机，摸摸看。有没有人的？好，然后等一下会这样拍照哦，照相机叔叔会过来哦。好，那你等一下哦，照相机叔叔。好，来。Melly 好，我是照相机叔叔。那今天会帮你照4张小照片，你只要帮我用牙齿轻轻的咬住小相片就结束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妈妈
这是小朋友拍的 X 光片，这张 X 光片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准备有新的牙齿要换出来了，但是在左边下面有蛀牙哦，所以最后面的地方要记得帮小朋友刷干净，然后要用牙线，好吗？然后新的牙齿长出来之后也要把它刷干净。好，那蛀牙我们要请妈妈安排时间来做治疗，那外面等一下帮你约诊。好的，谢谢。OK， 妹妹这样子你就可以选礼物了，耶！下来吧。